死心，传说附近海域那……这绝不可能！我在北海，大型鲸鱼这种庞然大物，绝地中海的食物太少，海水……孩子，大海……难道这真的是我的幻觉？原谅我，我从小就或许只是……先别难过，不如我们去你上。抱歉，浪费了你们的时间。这可能鲸鱼只是潜到海底了。没关系，即使它只是个幻觉。我们要不要撒个善意的谎言，假装看到了鲸鱼？等等，那是什么？对，就是这样。出手相总督不必客气，现在骑士团遭遇了严重的我这就禀报国王进，如果团长不嫌弃我们舰队弱，好，那就请。感谢你们的支援，能够帮助骑士团是最近骑士团的巡逻舰守卫信仰，会不会是受到海盗的？这不可能，更何况北非海这没关系。
出了大量补给品。我感觉这不是巧合，他现在在哪？好像是往休息处去了。老板，来壶上好的咖啡。好了，加了丁香和肉桂粉，和以前一样。最近有什么新鲜事吗？嘘，你知道刚刚有谁来了吗？是传说中的中尉。中尉？那个远近驰名的海盗吗？没错，这一带最胆大妄为的海盗。老板，那个中尉现在在哪？好像是去了码头。哎，就当我没说过。穿斗篷的人看起来很可疑，他上船了，跟上他。打开商会界面，点击申请加入商会。打开商会界面，女士，你安全了。他
怎么一句话不说就走了？他可能还有危险，我们跟上。我会帮你们找到中尉。